南瓜6毛8一斤，但是我这么大个南瓜得吃到哪辈子去？香芋南瓜1块6毛8，啊，这么大一块瘦肉才11块钱，10块9毛多。这个是不到一斤，450克多点，456克。我先买这块瘦肉，然后我明天的鸡蛋也到了。今天晚上我吃啥好？我看他那个冬瓜也便宜，要不我弄个冬瓜瘦肉汤。反正冬瓜至少不贵。没有。我靠，木瓜也算蔬菜了，按3块一斤。青瓜3块一斤，韭菜也3块一斤，西红柿，西兰花5块一斤，菜花4块一斤，冬瓜1块不贵，但是它那块好大块儿，我这一下子吃不了这么多呀。金针菇5块一斤。算了，先买这块肉，先买这块肉回去随便弄一下，下个面条吃没事。好，会刷脸吃素哎。